威爸不滅墨水，無厘頭不滅。在廁所影相，互刮一巴掌，不滅墨水無聊手法層出不窮。不過就是因為他們夠無厘頭，這兩年成功吸引到巴斯打的關注。喂，浩南和五億，你們怎麼看香港的拍片文化？因為香港的網民是比較死板一點，他們會比較留意他們生活相關的東西，最重要就好像我們之前這樣說話會有些共鳴的東西，譬如說當之前有套戲叫做《那夜凌晨》的，那時有很多宣傳啊，很 hit 啊，咁我哋就跟住呢個主題跟其他人合作，咁咪拍咗一段片，結果又好 hit 咯。咁我啊自己認為就最緊要鮮明簡單，可能條片十零秒嘅，咁就帶到一個信息出嚟。咁我哋之前拍咗條片就叫做角度的重要性咧，咁我哋係參考過其他人拍，再用翻自己嘅方法，最創新、最搞笑嘅方式嚟拍嗰條。